我们来到了保健室则，他主要是负责监视警戒的间谍啊，来去想象他具有细腻而敏感的特质，但是也喜欢刺探别人的隐私。他的正位关键字是敏感细心，监视警戒，装模作样，刺探别人隐私，挑战的新讯息。我们来看到他的背景呢、啊。它是崎岖不平的荒地哦，代表深入敌境，刺探军情，然后空中很多机遇嘛，象征着幻想跟不确定性，需要仔细的观察，敏锐的观察，才能发现其中的真相。然后我们看这只熊拿着宝剑啊，它虽然在敌方。但是却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置，只有手上的宝剑保护他。在占卜中呢，经常代表只有想法而没有行动的意思。看这只熊，逝者望向左方，象征正在监视着敌军的一举一动。如果有任何异动变化，就要赶紧回报。在占卜中也代表着挑战的讯息。他的逆位关键字是过于轻率，没有准备，流言蜚语，意料之外，疑心太重，以及坏消息。